享受游戏，热爱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柔。欢迎你们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，小伙伴们收看我们视频，一定要记得点赞、订阅还有评论哦。是的呢，好嘞，我们今天来玩，双人合作解密啊，这是团队一心啊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电石矿，啊，这个翅膀。哦，等别动，好跳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你得松手啊，跑酷，哎哎哎，过了，哇，我感觉今天尤其的和谐，加油，咱们今天也要和谐一把了，是的，这大过年的，快要过年了。咱们得和谐，加油！变身梦哥，变身，哎，过来了吗？过来了。这边呢？下去，我下去吧。改压板，我改吧，放进去。啊，既然你进去，应该是去找东西。那你怎么出来呀、啊？你先过去，过去肯定是有东西要找的，不然的话他不会这样。是不是有东西啊？有吗？有吗？好吧，梯子。对啊，肯定是有东西啊，我说了有东西啊，你不信。改板你拿了没？改板你都没拿呀？拿了呀。没拿呀，这里面还有改压板呀。你拿着呗，没事。什么叫我拿着吧？没事儿。改压板难道你拿着吗？哎，这改压板可以无限拿吗？我靠，有 bug！ 为什么会有这种 bug 啊？这改压板怎么可以无限拿？好吧，我发现一个 bug。把梯子给坑里的人，一定要给他哟，给他了。走吧，哎呀，通关了，前面通关了。那你也得按着那个门。走这边来，走这边来，这边。走。哇、哦，这这么好宽啊！有钻石剑吗？这里有，但是没看到啊。对啊，我没看到啊。我有办法，用梯子过去。你看我聪不聪明？用梯子过去。天
好有这个 bug。 这不是 bug 呀，这梯子可以拿呀。啊，梯子好像也是 bug。 哎，吃了星星为什么不结束呀？胜利了，胜利了，胜利了。好了，那么多咱们今天的迷你世界团队一星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见，拜拜，拜拜。